院发生的暴动，经调查与病人感染未知病毒有关。传播暴动持续升级，克罗市东芝政府宣布病毒抗体工作失败，准备全面。共同政府再次强调，撤离只是暂时的，希望各地居民能够携手，坚持度过危难时期。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冲过去的。这些东西打进去，停住汽车，没法动了。嘿，再过一个隧道，我们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拿好你的武器，别让那些感染者靠近汽车。开枪，快！车能再快，争取在下个路口甩掉他们。听得见吗？往这边来。孩子，这边。待在我身边。有绷带吗？给自己扎个绷带。孩子，暂时安全了。孩子，暂时安全了。别客气，我看到了汽车爆炸，没见到其他火。刚刚那儿有两，除了这些，孩子，我很想安慰你，小心点，去吧。这一带的资源
树木、石头和马切换成斧头，准星对准目标，砍树获得木头。切换成镐头，准星对准目标，采石获得石头。马的用途很广，周围有很多，不要漏掉。有什么问题，问吧。简单趁手的，做把砍刀就行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不过你的避难营呢？哦，我了解。为了找我的，然后真巧。顺浆果能缓解饥饿，做任何事都会饥饿。找更多食物，比如肉。有什么问题，问吧。简单趁手的，做把砍刀就行。你可以。准备好砍刀了，这里是个死胡同，别跑得太远。
找到什么了？啊哈，好吧，听上去没毛病。带着你的小狗跟紧啊，你的小伙伴挺厉害嘛。我在下面拖你上去，来，孩子。记得把梯子放下来。跟我进来，暂时应该安全了。看看这屋里，你听到了吗？门外有声音，快拿出砍刀！是个人样子，他们想冲进来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把后门打破，我们从后面冲出去。救下来，快！跟我跳！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快跑！别回头！